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tin。 那今天要来更换的是 W210 的引擎盖上面的进气道的一个密封海绵。那密封海绵的话，它是在这一个位置，这个一整边都有。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拆。那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首先拆的是这边的螺丝，还有这边的螺丝。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把这边的一个那个卡扣，这边一二，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卡扣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些八个卡扣把它压下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整个就可以把它推下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引擎盖上面的一个进气的一个那个室内进气的一个管道，在引擎盖上方的这一块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的话，我们这一些那个海绵基本上已经算是都硬掉了，所以它的密封的效果可能都已经大打折扣了。所以等一下我要去把一些材料再把它补一补。
关好了。
这样子进气道的部分就安装完成了。这样引擎盖的室内进气道的部分的话就安装完成了。我是马丁，到时候。